光线微弱的场景之下，能够更好的调节光线，从而快速适应周围环境。而这正是夜间捕猎者最需要的。大部分的食草动物的瞳孔是横向长方形的，比如马、羊等等。星期六早上8点，紫银河里一起探索生物的奥秘。爱FM，生生不息。 圣诞佳节会让你想到传统的圣诞树、圣诞袜子、色彩缤纷的装饰，还是一首接一首的圣诞音乐。
是二月一号开始，星期一中午下午3:30，绝配拼盘带你进入圣诞氛围浓郁的世界。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了，希望大家在这个佳节都可以平安。因为呢，最近我国真的是多事之秋啊。现在看看这一则的新闻，工程部呢在全国8个州属的州级和联邦公墓鉴定了94个水灾、公墓坍陷等的受灾地点，其中19个呢是斜坡塌陷。工程部长呢都斯里亚阿里山大林奇呢今天在巡视古西澳桥之后呢就表示，这涉及8个州属，包括了吉兰丹、登嘉楼、彭亨、吉打、森美兰、柔佛、雪兰莪和霹雳的52条州级公路和42条联邦公路。他也说啊，该局呢还没有掌握灾害损失的金额，因为当局还是在收集数据的。另外呢，乌鲁雪兰莪、巴东嘉里到云顶路预料将在1个星期内开放给摩托车通行，那这些公路将会分阶段开放给其他的交通工具，但是呢还是需要观察土崩地区的情况。此外呢，他也提到各方必须要给予工程局专家机会，以在土崩事故地点工作，进而保障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此外呢，因为有网民要求马上开放巴东嘉里土崩地区的通道，但是呢他建议就是不要仓促的行事。而工程部秘书长早前也有指出啊，这些路段将会关闭1年，以进行斜坡修复的工程。同时呢也看到国防部长啊都斯里莫哈默哈山就表示，国防部呢目前已经准备就绪了，在东海岸水灾呢增加军备人员，以方便武装部队呢在天灾季节的流动。他说这个考量到东海岸每年发生水灾的频率而决定增加军力的。他今天是巡视了这个疏散中心之后呢就表示啊，目前该部已经调动了全国的军力，包括了28名的军官，还有539名的各级武装部队人员，而且呢也出动了98个军备，也就是11辆的7吨卡车、38辆的3吨卡车、5辆的1吨卡车，还有22艘的艇，以及22个船外发动机。同时呢，卫生部的副总监也就是拿督诺哈亚毕医生就指出，卫生部呢已经调派了56支由各医药领域专才所组成的队伍，就是去到这个发生严重水灾的州属。那其实呢，遇到水灾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做呢？今天早上有卫生部公共卫生专科谭振中医生做客爱谈天下事的开讲东方议题，就表示啊，记得要2个要点哦，就是不要再戏水和灾后需要尽快呢清理家园，以预防水灾所面对的卫生危机。那家长呢应该阻止孩子戏玩水灾灾区的水，以避免感染传染病。如果在水灾后回到住家，就记得要在家里存放多天的食物，就不要再食用了，而且最佳的做法就是购买矿泉水来饮用。而且水灾之后呢，其实近1个星期内从水喉流出的水都不干净的，如果情况所逼被必要饮用的话，所饮用的水必须要煮沸，不能够只是依靠过滤器。此外呢，水灾之后最担心的传染病就是鼠尿病还有普通热症了，尤其是鼠尿病，因为除了老鼠之外，其他的野生动物都有传染的风险哦。那另外呢，也建议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准备一个装有日常药物和文件的逃生包，在水灾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带着逃生包跟医护人员离开了。是，那说到